好了，来吃一下这个，这边拍比较清楚。吃一下林凤云的鲜奶优格，鲜奶发酵，没有加糖的。之前我都喝的、吃的都是有加奶粉，这是完全生乳的。来，包拆看看，这样看我试看看。现在我都吃。没有吃淀粉嘛？这个是里面我唯一买没有买那个，没有奶粉。看看，还有另外一种口味，到时候再试看看。你的吃起来吗？不是，不要了，一半就好了吧？嗯，这样就好了，你要试试看。它上面就是这样子，那用鲜奶弄的、你先吃。我先吃。你尝尝看，什么表情啊？这是什么表情啊？咸啊？咸吗？然后我尝尝。跟之前那个差不多，应该没有像之前那么咸了。尝尝看嘛，我没有吃过啦，这是。肯定是你之前买那个差不多了。那、这个感觉不跟它不一样哎、欸。这个比较浓稠。哦，没有糖了。酸酸的，对吧？跟之前那个，这是鲜奶做的，酸哦，哦，酸酸的，像酸奶一样。蛋白质含量，我看一下，咸比较没那么咸啊，可是酸的、哎。对啊，就是那种就是鲜奶做的，完全没有那个，鲜奶发酵的那个。咸咸不会有糖的感觉，啊、糖的含量每100公克只有 4.2， 是还好，蛮少的。就是这样子，长这样子。如果没加糖，不就更那个？它有柠檬银子，还有那个，它还有那另外的口味啦，那个蜂蜜口味应该会比较好入口吧？应该会比较好入口。它、真的是哦，还有乳酸菌啊，难怪生乳酸菌，难怪生生哈、哦。嘿，生生哎、欸，你要吃得惯就吃得惯，吃不惯哦。对啊，就有空就每一种都买一买嘛。我现在看，它真的是不会很浓稠，感觉就是很讲清清淡淡，然后咸咸的，然后酸酸的，真的有乳酸菌的感觉。整体而言哦，好像有哦，它有比菲德斯菌，对对，好像有那个优酪乳感觉呢。有点酸哎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你们只要吃蛋白质而已啊。OK 了，好了，那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，开箱了 ，OK， 拜拜，再见。